健康科普，来看看百科名医吧。七日以来，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人感染炭疽散发病例，截至九日，共报告人感染炭疽14例，疫情与往年基本持平。目前已有一人治愈出院，其余患者病情平稳并趋好。什么是炭疽病呢？炭疽是由炭疽杆菌所致，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传染病，人因接触病畜及其产品及食用病畜的肉类而发生感染。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皮肤坏死、溃疡、交加和周围组织逛伴水肿及毒血症症状，皮下及浆膜下结缔组织出血性浸润，血液凝固不良，呈梅浆油样，偶可引致肺、肠和脑膜的急性感染，并可伴发败血症。自然条件下，食草兽最易感，人类中等敏感，主要发生与动物及畜产品加工接触较多及误食病畜肉的人员。炭疽散布于世界各地，尤以南美洲、亚洲及非洲等牧区较多见，呈地方性流行，为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。近年来由于世界各国的皮毛加工等集中于城镇，炭疽也爆发于城市，成为重要职业病之一。炭疽杆菌是怎么传播的？哪些人是易感人群？易传染人，患病的牛、马、羊、骆驼等食草动物是人类炭疽的主要传染源。猪可因吞食染菌清饲料，狗、狼等食肉动物可因吞食病畜肉类感染得病，成为次要传染源。炭疽患者的分泌物和排泄物也具传染性。二、传播途径。人感染炭疽杆菌主要通过工业和农业两种方式。接触感染是本病流行的主要途径，皮肤直接接触、病畜及其皮毛最易受染。吸入了带大量炭疽芽孢的尘埃、气溶胶或浸湿染菌肉类，可分别发生非炭疽或肠炭疽。应用为消毒的毛刷或被带菌的昆虫叮咬，偶也可治病。三、易感者人群主要取决于接触病原体的程度和频率。青壮年因职业农民、牧民、兽医、屠宰场和皮毛加工厂工人等关系与病畜及其皮毛和排泄物、带牙刀的尘埃等的接触机会较多，侵发病率也较高。得了炭疽病会有哪些临床表现？潜伏期一到五日，最短仅12小时，最长12日，临床可分以下五型。一、皮肤炭疽最为多见，可分炭疽痈和恶性水肿两型。炭疽多见于面、肩、手和脚等裸露部位皮肤，初为丘疹或斑疹。第二日顶部出现水泡，耐含淡黄色液体，周围组织硬的而肿。第三到四日中心区呈现出血性坏死，稍下陷，周围有成圈小水泡，水肿区继续扩大。第五到七日水泡坏死破裂成浅小溃疡，血样分泌物凝结成黑色似炭块的干痂，痂下有肉芽组织形成为炭疽痈，周围组织有非凹陷性水肿。黑痂坏死区的直径大小不等，自1到2厘米至5、6厘米，水肿区直径可达5、20厘米，坚实，疼痛不住，溃疡不化脓等微奇特点。既知水肿渐退，黑痂在1到2周内脱落，再过1到2周愈合成疤。发病1到2日后出现发热、头痛、局部淋巴结肿大及皮肿大等。少数病例局部无黑痂形成而呈现大块状水肿，累积部位大多为组织疏松的眼睑、大腿等。坏处肿胀透明而坚韧，扩展迅速，可致大片坏死。全身毒蓄症明显，病情危重，若一误可因循环衰竭而死亡。如病原菌进入血液，可产生败血症，并激发肺炎及脑膜炎。二、肺炭疽大多为原发性，由吸入炭疽杆菌芽孢所致，也可继发于皮肤炭疽，起病多急骤，但一般先有两四日的感冒样症状，且在缓解后再突然起病，呈双向型。临床表现为寒战、高热、气急、呼吸困难、喘鸣、发感、血样、胸痛等，有时在颈、胸部出现皮下水肿，肺部颈纹及反带的细湿啰音，或有脑膜炎体征，体征与病情严重程度常不成比例。
患者病情大多危重，常并发败血症和感染性休克，偶也可继发脑膜炎。若不及时诊断与抢救，则常在急性症状出现后24-48小时因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。三长炭疽可表现为急性胃肠炎型和急腹症型，见者潜伏12-18小时，同时者可同时或相继出现严重的呕吐、腹痛、水样腹泻，多于数日内迅速康复。后者疾病急症，有严重毒血症症状，持续性呕吐、腹泻、血水样便、腹胀、腹痛等，腹部有压痛或呈腹膜炎征象。若不及时，常并发败血症和感染性休克，而于起病后3-4日内死亡。四脑膜型炭疽大多继发于伴有败血症的各型炭疽，原发性偶见，临床症状有剧烈头痛、呕吐、抽搐、明显脑膜刺激征，病情凶险，发展特别迅速，患者可于起病2-4日内死亡。脑脊液大多呈血性。五败血型炭疽多继发于胃炭疽或肠炭疽，由皮肤炭疽引起者较少，可伴高热、头痛、出血、呕吐、毒血症、感染性休克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